要时刻用党章，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，要有与人不求内，显身若不及的精神，时刻自重自省。与人不求备，简身若不及。原点出自《尚书·伊训》，《伊训》是大臣伊尹写给太甲帝王的教导与告诫。示意：对别人不能求全责备，对自己要严格约束。